相信很多同学跟我的感觉应该一样，就觉得其实是觉得很，就是很真诚，然后很感动的一场分享，很令人感动的一场分享，应该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呢。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同学知道，我们陆续邀请很多不同的创业家来，然后。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观察到说每个创业家跟他的那个品牌精神真的是有很一致的地方的，因为我们这系列演讲是活自己新创梦这样子，然后可以感觉说廷飞在创办的整个历程里面，就是跟他这个人的特质很有共鸣的地方，就是你们展现的那个就是你们的品牌的特质或品牌精神。那我先用一个，就是先请教你，就是说，因为你们开了陆陆续续不同的品牌跟不同的店，那我想说，如果是一以贯之的话，你会怎么样形容你们这一系列的，所有的品牌精神、综合的精神这样子？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描述？好，如果以一句话的话，我会用“我们很快乐，也要你快乐”来贯穿我们所有的品牌。我们很快乐，也要你快乐的。对。那我想请问一下说，就是说，因为当初你有讲说，你们刚开始说是两个女生，然后因为有共同梦想，所以来到那个新社那个地方的。对。那后续这些开展，就是说后续这些开展，其实可能都超越你当初自己本身的梦想的。对，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天会站在这里，今天自己会成为六个品牌的创办人，会公司会搞这么大啊！我跟慧君一直以为都只有认为我们只要拥有小小的新设定，我们就很满足，因为我们在山上过得很快乐的生活。然后想不到因为机会的关系，然后团队的进来，然后再来就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就发现我们还有好多事想要做，我们有好多主张，应该是说有好多主张想要去说。好，所以像我们不断的有这些的品牌出来，我们在说的都是一种新的生活形态。都是在说的一种意义这样子，所以像从第一个品牌到最后一个品牌好好，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的意义的创新，而不是在于很多人都觉得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在做社会企业，也不是，我们还是盈利事业，可是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做不一样的事情。那请问一下，这些每一间店的开展都是你跟慧君两个人共同想出来的吗？还是除了我们共同想出来也是一个，然后还有我们有听客人的声音，因为在园区我们常常会都会听到客人说，好想在你们这边住一晚，好想在你们这边结婚，你们怎么这么棒，你们在这边生活怎么这么棒，然后你们的产品怎么这么好，等等等等的这些，我们都会听客人的这些声音，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找答案。像很多客人有反映到说，好想要在山上过一晚，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思考住宿这件事可以怎么做，然后做得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好想在这边结婚，我们怎么做到让大家觉得像信之方庭，我们是用庄园婚礼的概念，这是在国内没有的，然后我们怎么去做这一块，所以我们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不断的去透过旅行，然后不断的透过自己的经验，当然结婚不是结那么多次，就是我们甚至去国外主管考察的时候，我们还有伙伴假装是新人去体验所谓的日本的结婚的形式是怎么样等等的，这一些连假冒都进去了，好，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累积，然后把那个面貌一块一块的拼凑起。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每间店像包括最后那个好好的那个策展空间都是这样子的开展过程。对，好好的也是我们讨论了一年，
然后其实好好那个地方就位于在我们台中的总公司，那因为我们人数变多，所以屋主也不舍得我们离开，他就主动帮我们加盖了三四楼。那在加盖之前呢，在这个讯息出来之前，我们就想要做一种测试，我们的香草铺子在市区它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新的面貌，它该怎么呈现。我们讨论了一年，然后在这一年我们就慢慢的去找人进来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不断的继续讨论，包括找外部的，外部我们觉得他的生活态度很棒的，形态很棒的，概念很棒的，这些人不断，然后就累积出来这样。OK， 所以那其实所以这个过程就是等于是说你跟慧君两个人刚开始有一种生活主张，然后随着机缘的展开，就各种因缘机会，就慢慢你们把那个新的品牌就是做起来，好像整个历程都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对，那我好奇说，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们后来找的，你们两个是梦想家嘛，然后后来就找专业经纪人进来，那势必这种在感性跟理性之间，就梦想跟实物实践过程当中已经充满很多角力吧，那我不晓得说你们怎么平衡，后来都达到一个共识这样。在梦想跟现实的拉锯，其实跟执行长比较不会，因为执行长本身是阅历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也喜欢旅行，他也喜欢这样的生活主张。只是在有一些，比如说像营运经理的部分，营运经理像我刚有提到他是业务进来的，那也许他会比较偏业务导向，那我们就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要不断的让他明白，我们这样做会有更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慢慢慢慢沟通，像我们以前有一个行政主厨，我们那个行政主厨就真的是专业进来的，他的菜开得非常的华丽，就是像外那个法式餐厅我们所看到，明明就鳕鱼，然后他就一定要放到20个字，到后来你根本搞不清楚这一道餐怎么讲，什么又石螺子又什么什么什么番红花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面你才看到鳕鱼两个字，就鳕鱼嘛。好，那我们行政主厨在进来的时候，他就用这样非常非常专业来开我们的菜单。可是我们开点他的使命就是说，我希望你可以开出那个菜单，就是当人家用到这一客餐的时候，他那时候坐在煎食店，他会享受到云雾缭绕。他疯了，什么叫云雾缭绕的餐，那是什么东西，甚至我要呈现那一条流罗溪被溪围绕的感觉，我们就这样用很抽象，就是置他于死地而后生。好，那一个行政主厨到后来也体会了，他很好玩，他就用那个鳕鱼块把它堆叠成山的样子，然后用那个sauce画一条，就很像是那个游罗溪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上面再放什么有的没的，来呈现我们所要他说的故事，就是这一类。所以其实有很多专业进来到我们这边，他刚开始会很难过，可是他到后来他会觉得他重生。